那我想在讲这个国际化之前，先把这整个饮料的产业大概做个一个分析哈。在咖啡市场的一个全球的产值，现在一年大概是550亿美金。550亿啊。那茶的话，大概是220亿美金。对。那珍珠奶茶这个产业大概30亿美金。对。那咖啡产值那么大，是因为我们到全世界看，那个大街小巷都是咖啡店，但是你要找一家可以喝茶的几乎没有。对，那我们台湾的珍珠奶茶产业刚好就补到这个缺口，所以我觉得30亿到550亿美金这中间还有很大的一个成长空间。那我在讲这个整个公司的一个状况来看的话，星巴克现在全世界有三万五千家，那整个市值有1200亿。对，台湾有一家贡茶，它现在是1500家店。对。它是6亿的市值，对。那之前它卖给日本的一个私募基金，又转卖给美国私募基金，所以私募基金其实现在看珍珠奶茶这个产业哦，那个非常非常的一个热衷。那社长也都知道，其实只要产业被私募基金看到，其实这产业代表说它未来成长性很大。对。那目前其他他们日出茶台在全世界有1400家店，所以代表说我们跟星巴克来比较，在我们未来的市场的成长空间还是非常的大。那也大概跟各位观众朋友介绍一下，日出茶台现在在全世界有60个国家有1400家店，那我们有5个国家有超过100家店。哦，那个不简单，是因为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都在澳洲，澳洲还有美国、加拿大，加拿大不是美国，美国是我们下一个重点。好好好，那那我们在这里面，我觉得最重要是说，有到100家以上的一个国家，其实它整个当地的一个市场都有一个团队在经营，所以它每年 organic 成长大概是20到30%这样是没有问题的。那我在讲说，我们其实在2018年都讲说，哎，我们要那时候大概整个全球店家数大概1000家店，对，我们那时候在想说，怎么样让我们能够倍数成长，能够到2023年到2025年能够达到2500家店，所以我们珍珠奶茶产业最重要的战略物资是什么？就是珍珠。所以我们在2019年，我们购并了台湾市占率最大的一家珍珠制造工厂。对，那这除了买它的技术、买团队，还有买市场以外，我们最主要是希望它能够当作我们跟消费者之间的桥梁，因为以前我们在没买工厂之前，跟我们的工厂讲说啊，这些消费市场需要什么，你们要怎么样怎样，他们都听不进去。对，我们现在把这个管道串通了，从消费端到制造端都知道，哎，消费者需要什么。所以我们最近研发了一个快煮珍珠，以前哦，员工到门市去开店，大概9点开店，他可能7点半就要去煮珍珠了，要煮一个多小时。要煮啊，要煮。对。对，那我们现在大概半个，我们当然现在大概5分钟就可以把珍珠煮好，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我们得到消费者的一个讯息，跟所谓使用端的一个讯息去做改善。不到那个传统的餐饮，就是说这样的煮那个珍珠哦，通常来讲那个熬很久了，是是，这个就是说手工还要熬很久，还有阿嬷的手老菜，对不对哈？是是，有那种味道啊。现在如果你用一些就比较 SOP 的那种规格，那个会不会影响它的这个那个品质？所以你要征战全世界，你要变成一个很大的连锁体系，标准化是必经的过程。我之前在电子业学到，就是怎么样让它标准化，怎么样让它国际化，所以我们都会想办法用机器去取代人力。所以我从创业开始就讲说科技化茶饮，我从煮茶的部分就用机器，我去研发了一台煮茶机。以前传统的煮茶是把水煮滚了，把茶倒进去，焖个10分钟再倒出来。对，第一个，如果门市员工在前场，他是在自己做饮料的，他就影响到他的一个品质，可能多个30秒，对，茶就涩了。那第二个是你在茶饮外倒出来的时候，会影响到员工的一个安全，所以我们就用台机器把这些解决掉。所以我们在过往煮茶也是用机器煮，也是用机器煮。还有现在做泡沫红茶，很多老板我认识的，他们就几乎把那个整个茶山全部包下来。为什么？还特别规定不能喷农药哈，就到你现在泡沫红茶为了省成本，有人到越南去买茶叶啊，掺的啊，就有很多弊端了哈。所以如何从上游，现在比方说泡沫红茶店回头像普里啦、阿里山那个很多茶山都他们整个包啊，你有没有这样做？其实我们在台湾其实早就在做这个事情，就是第一个，我觉得
包茶山是一个部分，第二个我觉得食品安全，我常常讲说，我们走出去哦，你如果没有食品安全，就没有任何的品牌，也没有任何的一个发展的可能。所以食品安全是我们最终是的，所以溯源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现在的茶艺，我们其实从茶厂到从茶山到茶厂，我们都有一套的一个检验的核标准，跟它溯源的一个流程，这个都必须要做的。对。那因为我们也很怕说，我今天一杯一个茶艺或一个珍珠在国外被笑的是有食品安全卫生问题。那我在讲到说，其实我们做珍珠珍奶这产业，其实它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所以当然现在台湾很多的一个品牌一直在投入啊。那六角日茶菜在这边有做衔接很多不同的地方，包括我们在2019年，我们也感觉整个标准化还有人力会越来越难请。对，所以我们投资了矽谷一家新创的公司，专门做茶饮机器人的公司，叫博 Twista， 我们也投了它了。我们希望透过它来帮我们在整个工序上能够更有效率。其实社长知道吗？在美国现在一个小时人工是20块美金啊。对，哇，那个，我们那卖价是台湾的大概一倍了，但是它的人工成本是它的人工是台湾的四倍，所以你必须想办法再怎么样在人力的使用更有效率。这个是很重要的，对，所以我们其实在科技化这边也持续的加强。我们在我们的军火弹药库珍珠这一块，我们也掌握。其实，在2年前，全世界珍珠在缺货了，对，我们所有的品牌都没有这个问题，对。那这就是你一家店如果开店说，哎，消费者说，哎，我要买珍珠奶茶，但是你没有珍珠可以卖。哎呀，珍珠品质要好啊！有的珍珠有的硬邦邦的，这个不好吃啊！又 Q 又软，对不对？是，对，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那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我们在整个国际化过程当中，也引进了西方团队。我们在澳洲，我们其实从2009年找一个代理商之后，我们从2011年之后把它购并进来，变成我们的子公司。那我们在开店到70几家店的时候，在过往台湾的品牌开了70家店的时候，都在亚洲人市场跟华人市场开不下去了，因为你要往西方人市场，但是开不下去，所以我们那时候当下就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我们从2015年把全部的经营团队换成西方人团队。哦，所以大概有8年的时间。但我看你现在布局当中，东协市场你们很早就进去了，那现在其实在像全世界供应链也在移转，对不对？那现在好像大家才要进东南亚，但是到东南亚你们老早就进去了，这个当时的眼光跟那个考量最大的凭借是什么？我想东南亚其实跟我们地缘关系也比较近嘛，那饮食习惯也比较近嘛，所以我们那时候觉得你要直接到美国到欧洲，其实第一供应链太长，第二这个整个饮食习惯，那时候在10几年前对珍珠奶茶这个部分西方人还不是那么认识，但是在东南亚市场已经非常的一个了解，所以我们就直接进去整个东南亚市场。那东南亚市场我们目前大概在整个全世界的一个占比大概有65%的一个店家数。那当地的市场其实我们哈，2011年出去，我记得很清楚，进去马来西亚市场，那时候有台湾有46家品牌进去，那到现在大概只剩下我们跟贡茶。那以前呢，我们在讲说，那以前都是叫台湾内战啊。我从去年下半年开始，跟我们团队一直在巡回整个市场，在巡视。其实现在我们打的真正的叫国际战，因为我们面对的是 local 的品牌，跟很多大陆出来的一个所谓的低价品牌，这个市场已经开始在转变当中了。对，那国际化已经有10年的时间。我们常跟我们同事在开玩笑说，10年前和我们那些珍珠奶茶的这些年轻的那小姐呢，现在都已经变成妈妈了，变成妈妈。所以我们来想说，哎，这个已经是我们的粉丝了，我们已经经营那么久了，那我们怎么在年轻族群这边再扩大？对，年轻上来，老的族群上来以后，你还可能包泡沫红茶要那个。糖哦，甜度要下降，是，我都不敢喝了。所以台湾人都比较喜欢喝无糖少糖的这个产品。那我们在这个领域，我们就把它想办法说怎么样扩大这个年轻族群。我们这个圈这个族群叫 Gen Z， 就是1997年以后出生的这个年轻族群，喜欢用 social media， 用手机外送啦、点餐，这些都是他们的一个消费习性。所以我们想办法，在今年我们才在上个礼拜做过全世界的一个品牌的一个再造，因为我们要面对更年轻的族群，我们品牌可能有点老化了，
所以我们开始想办法往这个年轻族群去走。我们找了国际的一个行销公司到台湾，把所有15个代理商找到台湾来，去大家去做脑力激荡。你当地市场需要什么？你看到什么？我们希望这个品牌是大家一起在未来的10年20年怎么样去走，我们达到一个共识，把品牌重新再年轻化。现在是这样哦，现在说我给你一个目标，100亿市值的时候，你可以扩大庆祝一下哈，产品可以打折，对不对？是是是。然后呢，100、200、300。我常跟很多老板讲，我说不要看股价，你看你的市值能够达到哪里哦。这个六角我大概可以熟悉一下，六角的店其实非常的炫哦。他这一杯泡沫红茶其实现在已经征战全球，还有你们两夫妻啊，夫妻同心创业啊，也是非常令人敬佩哦。那到现在为止，我想这个力道啊越来越强。你看到六角的股价是涨成这个样子，它几乎像万步盘间啊，越来越高。它最高曾经到达211啊，这个200块以上已经是很了不起了，200块快90几亿哦。那你们再加油一下，我想台湾的餐饮业啊，其实在全世界都得到非常高度的肯定。